大家好，我是爱元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元神嘟嘟可砰砰历险记，再快也跑不过破片元神炸弹人泡泡糖，元神 5.0 纳塔活动攻略。嘟嘟可活动第三关，这关的蓝色鱼会主动撞击过来，可以用炸弹挡住。等它撞过来的时候引爆，一波带走。放大镜吃了之后，可以看到水草里的增益道具。要击杀15个怪物才能通关。这边不建议吃太多爆炸威力的道具，容易自伤。打完收工，